唔係熟女喎，係成熟女人喎，熟曬嗰個。係啦 ，Well done，Well done woman。在市面上也不少熟女呢可能會被界定喂為什麼你還是單身啊會不會是因為你太強啊男人不敢接近你啊這樣 我覺得如果你找到一個男人真正去懂得去認同你和欣賞你其實他根本不會介意你有多厲害或者你其實不是很厲害所以我經常覺得兩個人是否能夠相處其實最終除了愛是一個互相欣賞日常生活入面 Sammy 屬不屬於小鳥依人型的小鳥依人咁我都咁同我工作嗰個形象有個差異嘅，喺屋企會留守啲，有啲人是爛啲啊，即係一做嘢以外，其實好多嘢喺屋是但啦，冇所謂啦，整爛啲冇所謂啦，喺嗰度是但啦。咁但係講真啊，你真心覺得即係愛情故事係點㗎？你細個期盼嗰個愛情故事？咁覺得梗係轟轟烈烈幾正啊！哇，你嗰個都好轟烈下㗎咯喎！係啊，火車識到你，升我巴我打你一錘嗰啲幾好啊！好似哇好喐緊咁樣幾好。但係而家年紀大就覺得唔係咯，即係你越 enjoy 嗰個平凡。咁你越體會到真正嘅幸福喺邊度？越轟烈嗰啲通常都唔持久，玩嗰陣我冇玩完。咁我覺得即係當許志安知道你嘅內心世界係咁嘅時候，其實間唔中可以做一次俾你嘅。點樣打我嘴？唔係喺個火車度扮邂逅咯，即係叫啲工作人員，喂，嚟你 mark 佢出埠做嘢，跟住我飛過去俾個 surprise 你咁樣，佢多唔多呢啲 surprise 俾你㗎？Surprise 啊，咁都少少嘅，都有嘅， yeah. 多過我俾佢。我的 surprise 是煮餐飯咯，嚇喺佢冇預料以外，突然翻嚟有煮家飯食啊，咁就好高興啦，大家。係啊，呢期煮裸體早餐，攝親唔得好凍啊，呢期。